这是我们以前的稻田，离我们家太远了，现在都不种了。今天我们来拿一种长在树上的虫子，它是长在这种葛根树上的，如果是野外求生的话，发现这种虫子你就赚大了。多求生，有就叫房东买哦，你弄不带什么？我们先把这个葛藤把它劈成两半，看一下虫子有没有在里面。啊，搞的搞的，可能弄完。哦，没刀嘞，没拿刀嘞，不过叫你要全部去睡。啊啊，那样那么好。到刀啊，么俩在那里。那可没。不了，没。哎呀，掉了。这个里面肯定有，这是它的窝。来西的，上土，啊，你看，这里面好多，三条，一条，两条，三条。我们拿了一根藤子就得了那么多，这个特别补，等一下我们把它拿去烤着吃。这个有点脏，我们洗一下。我们先把这个穿起来。坐。那也行啊。乖，来坐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烤了。这个要慢慢的烤。现在应该烤的有点差不多了，有点金黄色了。好，我们尝一个。哎呦，好烫！我们尝一个。嗯，很香。这是高蛋白。因为它长在那个葛藤上面，如果以后大家在野外生存，发现这种，你就可以放心的吃。